无线电视将会在今月18号推出全新的 MyTV Super 新平台，它这一晚就在电视城为新平台举行 MyTV Super 呈现万千星辉看多些的活动。哇，看多些真的好多些，是 D 奶的 D 啊，个个女星都性感抛空，争住做 Super Mission， 好像陈廷欣那样穿着身粉红色 Tube Dress 战斗格现身了。而大家的女神黄心颖呢，她不是 BB 了，一身黄色 Tube Dress真是大个女咯，傅嘉莉都不执书啊，穿着一身谷俊 C 级胸的裙出现。最令人惊讶的就更是34D 导弹胸的张秀文啊，哇，见到她这个红色豪鱼真是要担翻把遮咯。面对新一代 Mission 内势汹汹，上一代 Mission 似乎就有些失色，好像之前性感到被人投诉的长腿人妻吕慧仪呢，只是穿着这件阔袍大袖的蓝色裙，人妻陈志瑶和庄思敏都玩下半身 see through， 杨秀慧就穿着红色 tube dress， 黄之文穿这条裙就露少少纤腰，九云慧这排 fit 了不少，但是都相当有肉地吧。我最喜欢都是看红地毡的了，有辣有不辣，任君选择了。